失咗咧，喺度有趣事，我哋去咗第唔理個台度做節目，好嘢，首次發生喎，全宇宙冇發生呢種事，真係正到震啊！對我講啦，今次我哋呢個，我依家有俾人 cap 圖啊，喂 Vince。好咁啊！呢、這個見到呢個台面咧，又零星地見到好多唔同嘅玩具。咁今次我哋都叫一個新環節，玩具判官。咁啊，頭先都想即係大家啲觀眾咧，都即係講下有啲咩我哋想講嘅。咁因為本身其實最理想咧就係一個節目，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 topic 嚟嘅，就有一番即係有翻一個主題去講咧，就唔會咁鬆散。咁所以變咗，其實如果即係大家觀眾都覺得有啲咩想發泄嘅，或者即係想講嘅，又即係唔牽涉到呢一個個人嘅恩怨嘅，不妨你呢一個諗得幾好喎，牽涉個人係，因為其實好容易牽涉到個人恩怨嘅喎，真係好難嘅喎。咁啊呢個，我以為佢講政治，我都要話牽涉到政治，因為就算你講牌子，可能都係政治呢度反而比較少機會牽涉到啲個人恩怨咧，即係玩具界其實都唔少喎，想講真係。好啦，咁啊點都好啦，咁啊頭先啱啱都 recap 翻有少少即係幾過癮嘅 topic 啦，咁啊啱啱講嘅就係有位朋友話要平反，就係話佢個威吹，兩隻左左腳，咁我想講咧濕碎啦 ，band down 嘢，兩隻左左腳，多句即係大家有睇到早前玩具 TV， 我一打開只 Wing Zero Custom 三叉嘢，又毛又塵粒又花而印又歪，又如何啫？不如我好似喺我嗰度。anyway， 多謝你呢位善長。嗱，呢啲咁嘅 moment 咧，我通常都講，即係我通常都會附加一樣嘢，就係即係其實生產完玩具咧，即係尤其是超合金呢啲嘢咧，嗰個複雜程度係真係好匪夷所思嘅，好大嘅。嚇！但係咧，我覺得既然即係咁容易出事咧，譬如左左腳啦呢啲最咩咧，我自己個經驗咧就係左左手啦。咁由我發現到個問題，到我可以成功換到，就差不多半年，即係好彩係行貨，即係阿瑞華行啦。咁我自己就覺得嗱，以我理解咧，佢其實就唔係話真係有人專門負責呢樣嘢嘅，佢係應該係有啲即係瑞華行入邊有啲員工，即係有啲同事啦，即係有啲人咧，佢係兼職埋做嗰樣嘢。咁變咗佢唔係成日可以好專注咁去服侍你班大弟嘅。咁好多時候咧，佢就算有嗰件件，其實已經換咗翻嚟，佢都未必會主動去聯絡你。係啊，咁你就成日要去追住佢。點啊？換成點啊？而且我嗰次其實我係好彩，即係其實我係咁啱屎忽撞棍咧。我係喺網，因為其實你係唔 suppose 電話打俾佢嘅，你純粹所有嘢都應該係 email。email 係。係啦，咁我係咁即係個人可能。我又唔係好識個規矩啦，咁我就夠膽試喺 Google 到佢個電話號碼。係係。咁我打去個 reception 度咧，佢又將我 forward 去某君嗰度，就係其實係負責嗰個男仔，咁啊好好人嘅咁樣。咁就先至，咁佢又冇吸我線，咁啊好好，我幫你搞，咁就頭頭尾尾都搞咗半年。因為其實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玩玩具而即係好擔心話個 QC 問題咧，當然能夠招呼你的情況就只會是缺件啦，頭先講嘅左左腳啦，一些很嚴重的 defect， 即係崩咗啊、裂咗啊等等。如果唔係，其實基本上都不會招呼你嘅。有人問我點解 Walker 坐咗落去，我係咁高嘅就其實佢係 time 人啊，有冇睇 Game of Thrones？ 其實係咁嘅，佢係 time 人嚟嘅。係啦。還有咧，真實嘅高度嚟。有人話我試過冇腳添啊 ，Ryan 話。唔係，其實你不過都好過要真係話要嚟啊！要即係牽涉到換件咧，我真係幫襯翻有相遇嘅大鋪啦、行貨啦，即係打譬如千隻鏈。千隻鏈我都不會話，因為貪平嗰幾廿蚊。所以而家係喎，越嚟越我都會去翻千隻鏈。我係即係。除非我有啲特別嘅原因，如果唔係，我會買翻行貨嘅。因為另外 premium band down 啦，其實都係嗰句，我都唔會話即係有行貨，我一定即係禁制自己搞，因為揩嘢機會真係太多啦。係啊，係。即係唔係話即係當然你話QC 出無求疵，我認我係嘅。但係即係我想講，除咗呢樣嘢之外，崩啊、裂啊、斷手啊、左左腳啊、右右拳啊、少減樣嘢，
係好常見嘅。缺件咯，好多時候缺係好常見。不如講俾大家講啲迷思，因為好多朋友咧，佢係好相信日版係靚啲。仲有人相信，而家我諗少到啦。唔係，即係其實本身喺網上邊，即係有咁樣講，我一定笑佢。其實有冇講過呢樣嘢先？其實都有啲根據嘅。呢個其實可能好多年追溯翻好多年前嘅日本，特別係電器。係。佢本身真係話海外版，佢日本人好坦白講，佢係幾好嘢自己用，幾排外嘅，即係佢啲好嘢一定留翻俾自己國民。呢其實我唔挑機嘅，但係佢當年。出的電器是縱使是海外版差一個規格都漂亮過你出面全部人，所以就有這樣的，就是有這樣的 practice 咯。但是你現在真的針對玩具業現在今時今日的情況呢，大家都是大陸廠的朋友，不要再想什麼日版會好過港版，浪費氣，就是一個很挺愚昧 的想法來的，很坦白說。搞咩啊，老細？做乜鬼啊？同埋 Q 到，即係講真，佢準時有貨出廠已經算偷笑啦。係邊度分到 A 貨、B 貨、啊？你仲要話幾個唔同 Beach 去生產？喂，好啲嘅，我拎翻日本。Sorry， 唔好咁天真啦、啊。因為而家喺即係尤其是啱啱講開，唔知有冇可能上一 part 你啱講開就話誒，日本佢生產主要都喺我哋呢一邊。係啊，喺廣東省仲喺廣東省嘅添。係。咁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開新聞都知嘅，呢一邊而家請人係好難。係。而我相信做玩具嗰班，甚至特別係可能 Hot Toys 呢個即係高檔次嘅玩具咧，佢哋嗰班員工其實已經係即係所謂熟手技工，即係已經唔係你普通喺。即係所謂深圳嗰班，即係翻一日唔翻一日，無所事事嗰班，唔係嗰啲員工，唔係嗰啲工人。佢而家佢呢一批，即係幫你做得玩具嗰啲，可能已經係啲即係熟手技工嗰啲人嚟，好搶手下。不過講開東莞呢排咧，即係啲行內消息咧，其實上面即係政府方面搞個環保搞得好嚴謹啊。咁所以其實好多廠而家係即係走緊軌啊，或者好多嘢做唔到啊。你唔知道，大家應該知道，即係似哇，係咯，幾陰功啊！我有啲單啊，舊年十月嘅單啊。而家先出貨啊！因為佢中間，譬如你有，如果你個產品係牽涉布料，尤其是咁，即係都會牽涉到。即係我唔係做玩具啊，係啦，你哋玩嗰啲十二寸咧，有布料嗰啲，其實我相信都會好受影響。其實噴油都係，全部都係啲環對環境污染係一啲一定影響嘅東西咧，其實都管得好嚴。咁當然有啲有牌嘅大廠，我哋叫即係攞曬牌嗰啲咧，會好啲，佢哋嗰個穩定性會高啲。但係有啲譬如中型或者小型廠嗰啲叫細啲廠咧。可能他們的、申請 未完成，或者很多事未做到呢，這段時間一來抽查呢就要走軌了，或者他要停工啊。所以這段時間你會發覺最近有些人說最近無緣無故訂一堆貨出來，之前那幾個月是沒有貨出的，這幾個月就開始無緣無故貨出了，就谷下來，所以這個都會譬如你是說質量啊各樣都影響，因為他急嘛，QC 又會差啦，而且就係工人都會做快啲，咁所以其實呢、這個我諗都唔係換。係啊 ，Ring Zero 就係農曆年嗰陣時嘅一個推出嘅產品、你都可以咁推敲嘅，都唔係推敲，根本就 high 曬啊！第一批係全部 high 曬，冇一件係正常貨啊。Anyway， 咁啊都有朋友講 ，AP Band 由香港成日訂唔到，講得好，我完全唔明，即係當然啦，其實早排 PM Bandau 都出了一個、即叫做轉了版面啦。咁、都有一個活動係講翻哦，你作為一個 PM Bandau 嘅會員，你 expect 呢一個新嘅版面會俾到啲咩大家呢、我寫了一篇1752字嘅文章俾佢、我好有誠意嘅。即係如果唔係你放心，我一定 share。即係縱使我中唔中到獎都好，我一定有機會 share 嘅。咁啊，當然我對自己嘅。這一個好幾用心去創作的，即不是我創作，就是心路歷程來的，即有機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後話等真的派了彩之後，即得不得都好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Game and Bandau 很多東西說的，這個真的可以很多，又說按不到、買不到、其實永遠有塞車、我都是聽聞的，這個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其實以前塞車本身我都覺得今次它改完版之後呢應該會有改善的，即係當然我不是 IT 的專業啦，咁但係其實佢而家係用了你客户本身的 cookies 愛嚟分擔翻本身的 server 嗰個運作，咁變咗佢原則上處理即係唔使處理咁多數據咧，喺訂嘢方面應該會快嘅。不過你唔好諗住話好似以前咁樣將你 order 咗嘅嘢擺咗落去呢一個購物車，你就冇事。
如果佢係咁樣行，用你嗰個 cookie 去做即係協助運算嘅話咧，你喺擺咗入去購物車嘅貨，有機會都係冇嘅。呢個係我個人猜測咋，所以並不是官方噏出嚟嘅。咁啊點都好，應該真係會快咗嘅。希望係啦，因為其實以前 free A 啊，但係快又快好，快都有快嘅唔好喎。點解咧？一開廿件，俾人唰一聲就俾人搶曬喎。咁你起碼叫做你 high 咗，你唔使再嘥時間喺度等撳 F5 啊嘛。我冇咪冇咯，冇咪冇計咯。其實 Premium Brand 都可以考慮一下，好似 free 咁咯。得閒第一批出嚟搭，得閒第一批出嚟，咁我冇塞車。有十週年嗰個 XR 係無聲無息抌出嚟㗎，係，但係冇人知㗎。出完一粒鐘賣曬，下一粒鐘又再放一批咧。好像是不定時的，是不定時的，或者有一些在未完成的單子咬出來，你要經常上去檢查。這個這樣說，本身大部分九成的貨它會預先通知你4點開訂的，大部分是得 XR 那次不是的，但是即過完那一陣之後，何時會無緣無故可能人們沒有下到 order， 何時扔出來呢，其實就不知道的，也有機會可以撈到撈底的，但是就看你彩數會不會即係咁啱得咁巧供上去咁 refresh 咯。我諗大家當係一個抽獎遊戲咁咯，咁咪開心啲。但係買嘢用抽獎遊戲就穩㗎啦。日本個 premium 係好多話聽講係無限訂㗎嘛。係咯，因為咁講高暢通咁樣。我又用翻 Wings Zero 嚟做例子啦。Wings Zero 喺香港得一水，日本係三次受注啊。係咯，真係玩到你唔玩啊！有錢。點解唔香港賺埋佢咧？又要俾人鬧何苦咧？我呢個我又諗唔通咯。我偏偏 band 帶啲朋友睇緊嗰啲，可能佢哋都收集下。其實佢哋應該正做緊嘢嘅。唔係，可能佢哋有得限制咧。係，亦都係，即係應該咁講啦。本身日本公司好坦白講，即係有錯請更正啦，唔係話優唔優先呢個其一啦。香港。或者即其他不是日本 的分佈呢，對於日本總公司的影響是接近零，我用接近零來形容，即變成你可能有一些聲音，可能啲員工香港想表達給日本的，他聽不聽呢，我是有 doubts 的。由於是這樣，我們即刻用日文翻譯。Undertow Bagadis 我 touch you 啊，我亂來啊，我要 Steve touch net本地咯 ，employee 啊，唔知點啊，壞啦，我係唔識嘅，但係好驚我。咁我諗其實佢哋都聽到嘅，其實我哋都會有啲識啲以前朋友做過 band 啊，咁其實你大概理解嗰個情況。咁我諗大公司係有佢個限制嘅，咁但係當然我哋阿德哥啲作為咩客人嗰個意見，其實可以吸收咗嘅，係啊。雙膠紙那些很閒，其實雙膠紙真的不需要太擔心，他們真的說即 check, recheck QC 呢，你雙膠紙不是代表是舊貨，反而是有機會你隻東西本身 high 了，他跟你執回，其實這件事不是一個大問題，亦都有可能這樣的。我以前我做過 QC 的，真的，其實呢那些通常如果真的第一批貨當是你沒換的，是那些 QC check 完之後，那些貨沒理由扔的嘛，那廠的朋友就會入回箱，然後連翻咁就雙膠紙嘅情況咯。咁當然唔係鋪頭老細自己先開嗰啲啦，係咯，即係未賣過嘅，未賣過嘅，仲喺間廠入邊嘅。即係意思其實嗱，即係譬如我係 QC， 我係去廠去抽 check 噶嘛。咁check完之後啲嘢開曬，因為佢驗唔係咁攞，只係驗佢攞盒 final 嘅產品，可能訂完箱，即係譬如我呢100箱，我抽呢箱咁啊抽出嚟，抽係啦，咁然後就當場拆嘅，咁所以咧佢拆完之後嗰箱貨冇理由抌嘅，咁應該就係工廠去 pack 翻，就當翻正常貨入咯。因為正經嘅驗貨，即係我哋驗嘢咧，係一定要100% 裝曬箱，先至開始驗，呢個先至係正經，就唔會話。你啲工人喺度做緊嘅時候，我埋嚟裝一裝就唔係咁樣驗，唔係咁樣驗。所以你有雙膠紙就即係話我係真係有驗過貨。係啦，同埋都有兩都會嘅，其實高考已經喺 online 都會驗嘅，不過嗰啲係叫做最嚴謹啲，即係 online 又 check， final product 又 check， 甚至有啲訂埋箱，大家都識啦，即係係一米高將個箱就咁訂落嚟，仲要8隻角咁樣尖咁樣咧，即係譬如電話喺度尖角咁樣落啊6隻角啊8隻角跌暈啦。咁先至去攞出嚟再驗咁樣嘅，咁或者有啲要震箱啦，擺喺機器度震一萬下咁樣，因為其實你喺個運送過程係會經過好多顛簸嘅。做玩具會咁樣驗法嘅咩？其實好多產品都會嘅，其實啲嚴格嘅玩具公司會咁做，因為其實運送嗰度真係會有咁多嗰個
癲波，即係 vibration 嗰啲試一試咁樣。同埋嗰啲癲波先至係最傷產品嘅嘢嚟嘅。好多時你見到吸水一打開啲油咧，就係不停嗰個吸水度磨擦磨，係啦，一下冇事，磨一萬下你乜都甩啦。即好似省面咁咧，乜都甩噶，咁所以就同埋會戳到啲膠鬆曬，所以你見康泰嗰啲鋪曬膠紙，即係隔咗層，跟住咧頂到佢冚曬，咁你根本其實佢又喐唔到嘅，咁咪冇事咯。咁所以呢個雙膠紙嗰樣嘢其實係啦，係一個又係一個迷思嚟嘅，當然唔排除有人開過店翻。唔係都即係其實本身我 say 譬如話真係收PM band 膠件，其實都。真係你拆開咗個紙皮盒，你掹翻盒嘢出嚟都好多係雙膠紙，所以真係唔使太擔心啊呢樣嘢。係啊，不過有啲朋友即係盒控嗰啲咯，即係八角星人嗰啲就。我覺得其實唔緊要，因為你根本唔會開個盒嘢啊嘛，要八角星人嘅話玩下手。即係我有好多朋友都真係話買一盒嘢翻嚟就齋擺，即係連盒都唔會開收藏，真係有。係有啊，我仲有係買一盒坐一盒咁樣咯。係啦，有啲人又買咗自己唔記得咗，又買多盒嘅。我都有情況，係我真係。我認嘅，咁啊 ，anyway 唔緊要啦，都試過嘅，其實嗰陣時我都試過都冇辦法噶啦，有時啲嘢，有時嗰陣我寧願有，即係多都好過冇咯，即係買唔到自己中意嘅嘢，嗰種感覺幾差。係，我就隨緣多啲，即係就唔會太過。所以我你話 P band 訂唔到嘢嗰啲憤怒咧，我就少啲嘅，因為我買唔到就算了。我諗呼籲下 band 嗰邊撥多啲數咯。佢係有啲原因，但係有啲佢係有啲嘢嘅，即係可能佢唔想太過。但係以我所知，其實好多玩具而家即係個量好大部分都係嚟咗香港，即係日本玩具。香港係一來可能其他東南亞係由香港即係出去都未定，咁二來其實以 percentage 嚟講，嚟香港個數係唔細㗎啦已經。而家因為其實香港係一個即係其實走貨係最低成本嘅地方嚟嘅，因為首先冇税，出口入口都冇税，加上你運輸你網絡又好，其實所以變咗其實香港水貨天堂嚟。個天堂即係話，除咗去入同散都係一個最靚仔嘅地方，所以其實香港朋友係真係唔憂買唔到貨嘅。咁所以其實我真係想係 Bandai 應該即係如果聽到，其實考慮一下即係撥多啲貨嚟。頭先阿德哥講嗰個 point 係啱嘅，即係日本公司其實有啲傳統，佢哋係。即係會利便咗自己國內嘅市場先嘅，嚇呢個不嬲嘅習慣，其實大家都 understood 㗎啦。咁其實可能而家仲有呢種嘅情況喺度。但我覺得譬如 pre-order 咁樣，其實可以收多啲，因為我已經 full pay 咗啊嘛，我唔會為你到你生產嗰陣時候，我唔要你收咗我的錢，係嘛？同埋懷疑一樣嘢咧，佢會唔會想益下日本啲 retailer 咧？即係因為好似水貨喺日本過嚟㗎嘛，即係如果即係香港公求過於供嘅，咁佢咪啲人咪會喺日本嗰度啊揾下邊個啊的係日本。咁佢不如自己賺。點解呢個錢係咯？因為 P band 低個，不如自己賺。年尾就係自己賺曬啦。你連中間嗰橛你都中間劇賣啊嘛。係。咁可能隨住呢樣嘢，可能但係遲啲國內外地都有 P band。內地有冇 P band 低而家？有。已經有啦。天貓。天貓開咗啦。台灣又有啦。咁其實應該佢哋好好啊做得，即係其實係咯，直接做曬呢啲生意應該都好。有朋友問我哋點樣處理啲玩具盒？抌，好快抌。我就咁個俾大河源幫南畫花咗個盒咧，抌咗喺我個倉度。畫花已經唔好累街坊啦，擺翻自己嗰度啦。我就留嘅多嘅實質，我諗我抌嘅只係屬於我諗我得20-30% 係抌嘅。通常尾會唔會抌？啊，因為嗰啲盒好難，好難用翻。唔好直租嘅，唔係吸索嗰啲咧，有吸索嗰啲翻落去，咪解一塊板出嚟咯，吸索。唔係其實 hot toys 都通常留嘅，因為佢個盒即係幾好用，咁啊你可以一個盒入邊擺五六隻，即係當然唔係 hot toys 啲玩具啦，即係你 band 帶嗰啲擺五六隻入去，跟住我又擺翻埋，都幾方便嘅真係。我其實都仲留住啲小丑嘅盒嘅 ，Joker 好靚嘅嘛，中意大盒啲。啊 DX 嗰啲。係啦係啦，其實我係裝底啊。嚇？入邊正咧？入面就梗係拎咗出嚟啦， okay。 但係即係死適合男士裝底褲嘅，裝底褲裝襪，其實啱好嘅 size， 可以袋廿條噶，你試下。不過有 D X 我都照抌啊，有啲，因為覺得個太牙渣咧，就劈咗佢，係。當然其實真係話要分享翻，我當即係話。除了盒子之外，即係啲模型盒咧，即係如果你真係想留嘅話，好多朋友都真係
戒咗個封面出嚟。哦，以前好多係夾面咯，封面戒封，通常戒封面多，都幾好，同埋真係靚嘅，係咯，即係產品嘅一部分個 box art 都係。我會留翻個盒嘅一小部分，即係其他啲配件就揾個啲大型嘅藥水膠袋，即係藥片膠袋，咁就將個盒嘅即係靚嗰部分剪翻出嚟。我都試過做呢樣嘢喎。係啊，我以前啲Gundam Fix我好有心機咁樣做。SIC 嗰啲都係咁做嘅。係啦，係啦。但係擺夠十年又會抌嘅咯。好坦白，即係我而家點樣處理啲盒咧？即係唔係話特別靚嗰啲，我都真係會抌。咁剩翻低即係嗰啲玩具，可能就主體就一個袋，即係可能係啲即係裝 Hobby Japan 嗰啲大大個嗰啲袋。我唔抌嘅，我嚟包翻個主底佢。咁跟住啲配件就用另外一個細袋裝住，連埋說明書。咁啊，再擺落去啲 Hot Toys 玩具，即係 Hot Toys 嗰啲盒入邊。咁啊幾隻擺埋一箱咁啊叫最慳訂，咁啊外面再加多張紙寫咗入邊我擺啲咩玩具，咁就即係叫做容易啲揾翻出嚟咯。呢個我同意，真係一個成熟嘅收藏家嘅做法嚟嘅，我都做過。係因為你如果你唔處理好啲嘢咧，你如果冇位擺，你好難再玩。同埋好可惜嘅，會撈亂曬啊、爛曬啊，或者唔覺意見到隻手，你會抌咗咯。咁啊隔咗十年之後後悔冇咗隻手咯。即係呢個係有啲盒嘅，其實啲紙盒咧，好似即係我哋叫棺材仔咁，即係啱啱袋到兩個人嘅，咁你可以收埋。咁其實變咗你慳咗好多位嘅，即係一盒原裝可以裝四個公仔。我又或者將個盒咧將拆空佢啦，即係咁啊塞四隻落去咯，即係四隻蝙蝠就擺埋一齊，即係四個 version 咯咁樣擺咯。但係如果玩日系黐合金咧，你抌盒就真係好難保養嗰啲黐合金。啱，你講新嘅合金雲，合金雲，合金雲就會留盒嘅。講真，係啊，因為你大部分都會留。好易斷嘅，如果你冇盒，係要擠翻落啲吸索嗰度啊嘛，咁啊係。土地問題啊，其實你而家個 topic 係叫判官啦，即係想有啲嘢鬧啊，跟住變咗一種齋吹。盧蘇就係唔係？如果你話如果盧蘇就係有啲盒，你覺得佢係唔需要做咁大，佢係特登做到咁大，即係我成日都呢個係啊。但係佢嗱，我聽講有一個即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喺玩具鋪度個盒大啲，搶眼啲，係或者即係嗰個可以賣貴啲，都係對，係啊。但其實就好乞人憎嘅，即係如果我咁鬼大客軍就開出嚟嗰件嘢，叮咁大件嗰啲咧，其實係好好奇嘅，好唔環保定係個感覺就好似一種受騙嘅感覺咧？唔係，我係覺得佢牙釘，純粹係牙釘，即係因為你逼我抌個盒，實質即係如果你個盒係細細地同件玩具差唔多嘅咧，我係可以留翻個盒啊嘛。即係就我哋擺件玩具。佢以前嗰啲舊玩具嗰啲發泡膠嗰啲咧，就做到好細盒。係。而家嗰啲吸索，哇！老年咁大，不過佢好極端嘅。其實 SHF 而家出嗰啲盒都唔算大。但我聽講有啲好細。即係我近排有個經驗用做發泡膠嘅包裝，原來咧發泡膠係好貴嘅，即係唔係嗰件發泡膠貴。起嗰個發泡膠帽係冇啊，係啊，一個好簡單嘅發泡膠要成皮嘢，即係以包裝嚟講，如果你淨係做而家啲玩具，可能做幾千貨嘅啫嘛，即係好少量。佢係咪 injection 嘅？因為我唔知，因為我後屘冇做到。佢可能係我冇問過，我淨係同間廠即係講咗講，佢話因為我好簡單，我嗰件產品只不過需要個發泡膠一個好似碗狀嘅嘢去保護某啲，即係一啲都唔複雜。但係佢話係啊，起個帽要成皮嘢㗎。咁我話。他說原來是跟你複雜和簡單沒關係，總之你做了發泡膠的包裝那個帽子，那個帽子就成皮了，聽說是的，我是一次的經驗，我就沒有去確認是不是真的。其實海綿那些帽子要做刀帽，他們叫衝的刀帽，一插下去就出一些形，切了一個形，那個要做一些帽子。另外你吸索都是要做帽子，我們有些配件叫石膏帽，即初型叫石膏帽，便宜的就可以，但是你去到幾千元又是要做個帽子，就是石膏帽。吸索那個問題就是當你即是你剛剛說的那些 test， 就是要可以保護到，就跟發泡膠不同，因為吸索就需要個空間大很多，即入面有空位才可以保護到那些東西，因為你預你那個吸索是會變形的，遇到壓力，即是好像車殼那樣，所以變成用吸索包裝的玩具的盒就會相對要大很多，很多空氣在裡面變成。另外也有些朋友抱怨這個土地問題，都是那句抱怨了，政府抱怨了。我想說即是有香港地，我只是說香港地，有哪個玩玩具的家是夠位擺玩具的，麻煩你報一報個名字出來，真的我打死都不信，除了古天樂。
嗰、那個冇乜，嗰、那個係倉嚟㗎啦，已經。住半山。佢都係租倉。嗰、那個唔係佢屋企啊。佢都係買倉，不過倉好大咁解啫嘛。唔係，即係好坦白，我買玩具都幾狼㗎啦，但係亦都真係好遺憾地咧。其實真係玩玩具最理想係即係有一啲地方去做 display。你咁樣咪叫玩得開心咯，所以我唔到倉咯，我唔俾。但係即係你用你入得倉，好坦白講，你都真係不見天日噶啦，即係可能到死嗰日你都冇機會掘翻出嚟。咁講喎，我覺得你哋租倉咧，其實你好似你嗰度咧，其實你係可以諗一諗，就變成一個玩玩具嘅地方喎。你嗰度 OK 喎，但係其實你要記住，我而家係一個盒入邊有五六七八九件玩具，你要。display 出嚟，你係要乘翻三四，乘翻四嘅 size， 即係當然能夠話即係全部 display 啦。但係即係好多人租倉咧，諗到上天花板。即係嗱，你係一個人，你個倉係你一個人定係？梗唔係啦，都夾嘅。夾嘅，仲要全部我係紙皮箱，諗到上頂，完全係曬嘅，我可以好肯定咁。即係如果有同好可以 share 一個好似我即係我公司呢種咁樣嘅工廠區嗰啲 office 咧。即係可以做到整曬 display 架咁樣。又未知整個 display 架，但你可以有個位俾你影相啊、拍片啊。呢度咯，好完喺好完美嘅，所以呢件事。我哋成日喺度打等嘅。係啊，而家公司變咗啊！你班友而家開始留啲玩具喺我嗰個公司度做乜鬼？其實頭先你講到啲盒點用咧，嗱，我先有個朋友啊，阿沈振軒咧，佢就咁用砌個牆出嚟咯，用所有開胎盒砌埲牆出嚟，咁其實都幾靚嘅。有時你知有啲復仇者系列咧，其實佢砌埋係一個大嘅畫嘅，即係譬如 Batman 嗰系列咧。但係你淨係個盒啫喎，你唔係 display 緊個玩具喎。佢可能好咁樣嘅，盒還盒 display 玩具係 display 咯，咁咪可以玩下咯。咁你個又好 ideal 嘅又係。其實靚仔嘅嗰啲盒都咁砌埋，同埋佢啲 size 就比較傾向差唔多大細啦。咁其實就唔會暗暗沉沉啊！啲公司係好多大細。咁啊係，佢全部都差唔多。呢個係其中嘅做法啦。咁所以頭先 Walker 話租地方，其實好多朋友都做緊㗎啦。好多其實我諗我識嘅朋友都十個有三個人基本上將啲玩具大部分嘅主力軍咧，其實放喺公司嘅。好少放喺屋企嘅啫。我都開始。喂，你有冇睇過德哥影嗰幅相？哇！冇亂嚟啊！哦，你屋啊發生咩？犀利！咁啊，點都好啦，呢一個土地問題冇得解決㗎啦，除非你有錢，有錢就可以解決曬。有人話主席個 display 先係最厲害。係事實。鬼唔知啊！鬼唔知啊！我夠知我阿媽係女人啦。人阿主席話十月去佢度啊嘛，係嘛？係。有鑊鑊都影鮑魚，我點同你玩啫？係咪先？紅酒配鮑魚，咪係。哎呀！啊，明噶啦，咁啊 ，hot toys 盒點處置？咁啊 ，hot toys 盒我自己都會留嘅，因為都嗰句啦，即係我一個 hot toys 盒可以救到即係八件 Bandar 嘅玩具，所以我普遍我都會留。話香港太潮濕，好難保。係啊，我發覺，因為我成日話啲玩具出油咧，我都唔夠膽肯定係咪就係我保養得唔好。出油唔濕度嘅關係，濕度有冇關係？一定有。其實最主要係佢開即係個力，我呢個要出帽劑啊。即係佢就去查一啲溝啲料落啲出方面拉個嘢出出，所以你見多數係 PVC 出油，因為點解 PVC 有個彈力，咁佢落得多嗰啲出帽劑咧，就令到佢容易出帽。咁個帽嗰個調校唔需要去到咁精細，同埋係佢生產嘅過程快。但係個出帽劑係溝落去個 PVC。係啦，咁佢就溝多咗，所以到咗若干時候呢方面。佢 time 佢就滲翻出。係啦，冇錯，尤其是呢啲玩具係差嗰啲，淨係新嗰陣你喺裏邊未拆啊，已經出油。我見嗰啲係。但係就唔會全部一批一萬隻都係咁，可能就睇批次，因為佢每桶裂膠料去溝噶嘛，咁啊溝嗰桶料溝多咗叫出帽劑咪出事咯，但係可能下一桶溝翻少啲有冇好啲咯，但係呢啲有時真係嘅，喺國內生產有時我哋呢啲唔係一啲要精密工業或者重工業咧，有時其實嗰個態度咧係有啲輕率嘅，我覺得，即係譬如佢溝油咧，佢係冇 formula 嘅。即係憑師傅嘅經驗去溝，咁所以有時啲色咧係溝唔翻嘅，即係好多時候都會，你知啦，係最中生知，所以呢個係有咁嘅狀態出現咯。咁你保養嗰啲，其實我又覺得其實好似德光掟咗盒佢玩，其實呢個係最佳一個玩家嘅一種。如果你真係話講保養咧，即係好 serious 咁講咧，最理想就係即係點樣控制翻嗰個玩具，你擺啲咩地方？咁第一即係你。你在個 display 櫃入邊，你又有呢一個空調，
你唔會令佢潮濕，又唔會見到陽光，咁咪 OK 咯。係啊，你就咁擺出嚟。係啊，我係擺出嚟㗎。一你焗住佢咧，佢就越容易出油。出油㗎。你但係都但係我係 display 㗎。你香港有幾多個可以做到又有 display 櫃，又唔會即係有紫外光，又可以開空調咧？係啊，就係咁啫嘛。玩㗎啦，玩啦。但當我舉得死喺手好寫盒，我覺得講翻啦，即係出油嗰樣嘢其實都有好多解決，即係有補救嘅方法啦。係為咗新出咗啲咩嗰啲？唔係橙水，你買完之後會再出翻油嘅其實。係啊，同埋你更有甚者，你表面嗰浸嘢會俾啲橙水即係抹走咗咧，你更加容易污糟。係。嗰啲就攞得夠添，所以你話真係要點樣保養咧？都係嗰句啦，你有本事嘅，你咪俾冷氣咯。擺喺 display 櫃度咯，得閒抹下咯，係咁多嘅，冇唔複雜嘅，唔難嘅，冇錢啫嘛。吐槽咗咁耐啲包裝，其實都係市場影響咗，因為好多收藏家佢係因為收藏盒啦，同埋佢哋去轉賣啊，所以個包裝越好咧，其實佢轉賣嗰個價值係即係越維持到啊咁講。如果譬如舉例，你用膠袋裝，其實擺冧上下啲膠都會炒噶嘛，同埋會變色啊。咁就好肉酸嘅，你轉手嗰陣。但如果你個盒好靚仔，甚至封埋膠紙咧，你轉手陣成件。哦，係啊，佢以前嗰啲吸數會變黃色啊。係啊，咁所以呢個問題係存在啦。所以其實有時市場影響我消費者，由消費者影響翻市場嘅。搞咩啊？有人爭。你話貴方黃小豬係有幫助嘅，一定有幫助嘅，因為當佢香港實在太潮濕啦，所以變咗你即係有翻啲。即係吸濕嘅嘢喺附近咧，咁你件嘢應該就玩耐啲嘅。我以前有個鬼佬同事，佢話你香港人好得意喎，你哋住嘅地方咧就全世界最細，但係你哋呢個民族咧就最中意儲嘢，最中意儲。對啊，對啊，對啊，你唔覺意係啲外國遊客咧，好少買嘢㗎。係啊，好潇洒嘅，出街基本上係袋張卡，袋攬個電話就得㗎啦。好少俾你攞。銀包都唔攞咁滯，即係佢哋寧願花1000蚊跳賓珠針，我哋就寧願花1000蚊買隻殼胎嘅。係啊，真係㗎，係啊係。我以前個 friend 咧，佢即係大學嗰段時間咧，佢無家可歸嘅，最唔知佢溝到邊條女喺條女嗰度住，跟住佢散咗，佢咪走咯。佢走好輕鬆㗎咋。呢個都可能有寫照。佢個袋度係一本書啫嘛。嗰個係咪你同學嚟？其實係我 best friend 嚟㗎。佢睇緊嗰本書，佢個行李就係嗰本書。我朋友不是我啊，我都應咁做嘅。我有家可歸㗎，我朋友其實即係代我自己代號嚟嘅。有人問 Enterbay 係咪執我？問翻 Enterbay， 哇！呢個好尖鋭啊！啱啱先出咗倩女幽魂。藍色彩神，藍色彩神，藍色版。冇追 pose 喎。今日先。佢好似搬啫。聽聞佢搬嘅，係啦，佢已經搞網店啦，太大啦，冇人去嘅，成日都空溜溜，係咪？行過都冇人喺入邊嘅。同埋好坦白，佢亦都冇以前咁進取。Jackie 話冇盒賣玩具唔值錢，係 ，you are right。我呢個我唔係好同意喎。你係炒緊嘅玩具咧，冇盒都有得炒，即係都會有個價值喺度。即係如果你係爭啲，當然爭啲啦。但係即係你以譬如你即係屋企真係冇位，而你係。用呢一個方向去諗的話咧，我覺得其實唔需要因為嗰個價值而去留下，因為如果嗰樣嘢真係當炒的話咧，冇盒齊件都值若干嘅，可能70%或者60%。咁但係如果嗰樣嘢係唔當炒嘅咧，你齊全身八角值嘅都係唔值錢嘅。你換個攞嚟玩啦，唔好攞嚟炒啦，幫幫手啦。唔係咁，你話即係二手就唔一定係炒嘅，即係你玩。唔係，如果人係啦，人氣我取呢個其實我覺得即係幾好嘅。呢個係玩玩具嗰個方法，即係你玩厭咗咪放俾第二個師兄益人啫嘛。呢個係正常嘅，就唔係炒嚟嘅。但係你玩爛咗咧，譬如玩。真㗎，你會點樣做咧？點樣處理佢咧？賣出去定？如果我仲係好中意賣出去都試過。咁其實我自己好少賣玩具，因為我太懶啦。但係你真係的起心肝嘅時候，你咪賣出去好平好平咁都會有人要噶嘛。即係譬如一隻七合金雲斷咗嘅，你99蚊出嘅，使人接㗎。有可能有師兄佢咁啱就想要嗰一 part 部件咧，係咪？即係。係佢多姐講唔切啦，大佬。係啊，係啊，所以即係嗰樣嘢係有人要的話，其實就唔係話一定要有盒咯。頭先阿 Sandy 話香港好多怪人，你同意？同意，係啊，係啊，絕對少好多怪。我都係其中一個啦。即係以一個嗱，你咁樣睇啊，全世界人都係怪人嚟嘅。你覺得個人怪，只不過距離你嘅距離遠啲啫。好似大家好似一個圓圈咁樣樣，坐你隔離嗰個咪唔怪咯，你對面嗰個咪怪咯。咁佢睇你都係。唔係呢個世界物以類聚嘅。係啦。咁你上班？成班你覺得啱 T 嘅，其實就係一聚嚟啫嘛。星期四晚喺度睇埋啲麻甩佬喺度講嘢，
你都係怪人嚟啦！喺度成堆呢啲咁嘅，仲要幾千人買嚿膠，大佬你係咪傻㗎？你覺得你好正常？用幾千人買嚿膠？哦，600啫，喂，我阿爸媽睇緊㗎。600 €係嘛？咩啊？呢個嘢600蚊？600蚊港幣。講白，哦，哇，都，冇嘢講。你都買緊幾千蚊一嚿膠影啊！風味嘅嘢，你識咩啊？我哋識條片咯，我哋識嚿膠，人哋識條片，我哋識嚿膠 ，OK 嘅。所以咪咯，邊有正常人嘅啫？呢個世界冇正常人㗎，係啦。鑊價好遠咯，炒即係 max 一份成5000幾以上啊！哇，咁貴。max 47，我小貨啊嘛，嗰段時間大家因為睇淡啊，好睇淡啊 ，max 真係。係啊，係啊，係嘛？嗰段時間係其實仲要係同預拼，係啦，啱啱開胎嗰啲貨嗰排跌啊，跌得好緊要，即太多人買咗攞翻出嚟轉售，咁嗰排就預訂緊呢幾款嘢，咁大家就啲炒家離曬場啦，咁講啦嚇，或者明明買兩隻嗰啲人朋友仔都買一隻啦，或者甚至唔買啦，咁於是咪少咗咯，或者等佢哋，其實咧我想吐槽一下，網上面好中意咧發音波功嘅。我鬧到你哋啲，鬧到你啲，係咪真嘅啫？做事啊！我覺得又真係又係咁做㗎。有㗎，你見好多，我鬧到你啲，跟住我入你啊嘛。真係可以出口術，低收啊嘛，出口術有啊，一定嘅。我諗好多師兄會同呢件事，即係係咁鬧，係咁鬧，即係或者唔得㗎，唔掂啦，唔掂㗎，咁啊鬧到你跌，咁咪大家會以為可以入到平貨咯。嗯，但係其實相反都有㗎，係咁唱咯。都有，其實都有。係咯，唱入咗之後就唱。係啊，唱高佢咪好啊，樓市啊，好正啊，咁啊，即係好似我哋咁俾人玩咁啦。不過真係點講好咧？其實真係話要知道件貨好定唔好咧。當然，其實本身我覺得頭先嗰兩個動作都係同投機係即係有直接嘅關係嘅。即係你中意件嘢，你咪晨早買咯。你要觀望件嘢究竟好定唔好，其實本身我覺得對件嘢個愛根本都唔係咁夠，先至會咁容易受人影響。即係可以唔買咯，純粹。係啦。其實你等得嘅，不如唔買。其實即係唔可以唔使咁極端嘅，但係即係平常心咯，我覺得。咁都係攰啫嘛，你以前嘅投資係啦，當然每一個都想即係撈平貨嘅，但係當然既然人哋都有個定價嘅，你用翻個定價去買，咁我又覺得唔會有啲咩。即係喺自己立場嚟講，即係攞嚟玩嘅就唔會有啲咩損失咯。咁你買咗翻嚟，即係我完全撇除任何炒賣心態啊。咁你將來升同跌，你關我差事咩？我攞嚟玩啫嘛。係啊，就係咁。樓都係㗎，但係你睇下個社會冇㗎，乜都炒㗎。其實樓又唔會劈價㗎嘛。咁 relative 啦，係啊，冇錯，係。即係譬如我覺得正價好貴嘅，我又唔捨得買，咁咪平常心咯。如果佢跌價啊，跌到咁上下，我覺得咦 OK 喎，咁咪買。唔係我299入咧就鐵甲物啦，我好開心㗎，我都係等呢個價啫嘛。係咯，差唔多。咁其實即係呢啲都係玩家嘅責任啦。咁啊，今集要講咁多先，其實唔係我哋唔想吹，係冇電話已經冇電㗎啦。同到頭先嗰啲，我哋講玩具冇人喺吹呢啲，話過百嚟啊。唔係啊，呢個真係，我哋會朝呢個方向繼續去。你哋要問多啲尖鋭嘅問題，我哋係完全會答嘅。下次你問任何問題。任何問題，所有嘢阿租都會答，我哋就交俾阿租答，我哋唔會俾嘅，佢答，梗係大鑊啦！我想答啲，我唔會迴避。知道我係會答嘅。哇！咁所以點講？即係今集換個天花板啦！哇！呢個真係得啦，真係最後一集嚟咯，應該都係。好咁啊！今次換佢點樣玩咁多先？我哋玩得幾開心啊！玩啲多其實都咁啊，冇電啦！咁啊，下集。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好啦，咁希望個風唔好打得咁勁啦。另外就真係衷心，因為一打一次風，即係好多人都即係幾受影響嘅。喂，真係要入定啲玩具喎，我屋企有玩具玩。唔係，我一切無形嘅屋企其實真係 OK。因為入定食物啦嘛，我叫你大家入定玩具咯。好啦，好啦，好，拜拜，拜拜。